地表最强的男人，五烂五分钟，拐女上床。自称啊，又高又帅，真的长相196公分的，他从事保全业。不说你不信，这位就是自称地表最强的男人。这名新竹市的游姓41岁已婚男子，身高196公分，自认怀才不遇，工作不顺。他在网络爱情公寓里昵称地表最强的男人。他自称身高高，体格好，又高又帅，只是没钱而已。但是只要凭借三寸不烂之舌，加上几拐几拐的性能力，天赋异禀，真的不是胡乱的。只要5分钟。就能把女人捧上床。在网络爱情公寓上，他认识的护士、试婚的保险经纪人，还有知名公司的 OL。 护士向警方供称，他会嘘寒问暖，一同出游，再趁机护士要死，侵入护士的家中窃取财物，还有信用卡盗刷。等到护士收到信用卡账单，才知道受害报警。你不要乱抽屉，我要的放都在桌上，我没有抽屉。我可会把我里面资料先删掉。可以啊。你里面什么资料？他还向警方辩称，只是跟被害人借钱，讯后被警方移送缓办。动新闻，地表最强男人七七的报道。他们都是苹果日报的爆料公民，你还在等什么？每月两则爆料被采用，月领20000，每周点阅数最高再送奖金50000元。现在就加入苹果爆料公民行列。